稍等啊。主席、各位同仁、主委、各位官员、好朋友，大家早。主席，我请孙主委。请主任，请主委。纪委员长，那个主委，你那里部落啊，480个永久屋哈，是。那现在进驻的情形怎么样？已经全部进驻了。进驻了哈。是。那除了住进去，大概住了多少人呢、啊？大概480几。我知道，我是户嘛，480是户。户。我讲大概人口啦，人数。大概1000多个人，一千多人哦，等于一个村了啦哈、哦，是是，一个不小中型的村哦，是是是，就山地来讲的话算是大村了，是是，人这么多，我们当时做的永久屋用了多少资源？政府？大概总共是，公共工程的部分有5亿多，对对，这其实政府是花了很大力气，也很诚意，是是，改善了、啊、南部尤其屏东乡。我听说那大概是雾台三地门马家乡以这个为主的原住民了哈，对对，所以基本上进驻的情形不错啊，总统也关心了好几次，行政院长都关心了，是我们觉得做得不错嘛，对不对？是是，那个原民会觉得我们这方面很用心嘛， 是可是原住民的感觉怎么样呢？这些灾民的感觉怎么样呢？他们有认同吗？报告员，其实在因为我去过，从一开头就一直去了哈。我知道啊，我知道你们很用心。那问题是原住民有认同吗？我觉得90%以上的同胞都能够接受。这个哈、哦，但个别的这些政府该做的事情哈、哦，我们对，不管他们认同度怎么样，我们该做就要做嘛。对，这是我们的责任嘛。是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是是，那当然没有选举或是其他政治考量。是，可是啊，如果就现在我们所展现的，包括报章杂志所写的，哦，这两天我们宋前省长到那边去了，哦，在他们所谓的跟屏东县八个原住民的工作室，这原民乡工作室举开座谈会，现场大家好像对于政府所做的，好像坦白讲还是相当的觉得不够，我们不能讲不认同，不够。觉得好像只是做个房子给他们住，可没有所谓的人为的关怀、工作未来的方向，然后我们有没有产业的发展，好像政府只是做个房子给他们住，那其他都不管，感觉啦。因为现场听说还有我们的这个卢凯族的头目啊，还送给我们宋简省长佩刀嘛，当然每个人去关怀他怎么送，当然我们是没有意见啦。但听说现场的社团啊，某个社团还送了500份的联署书啊，好像是造势大会啊。那不管怎么样，每个人有自己他独立或是他的政治立场，我们也不方便过问。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政府啊，像国民党执政做的这么用心，花了这么多钱，你刚刚讲5亿嘛，还要用了这么多的精神，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全部投入进去，可是相对我们这些原住民同胞似乎不是很领情啊。这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很多事情是不是你做的不够还怎么样啊？我是觉得看到这个报告觉得有点讶异呢。报委员，这一定是少数了。少数的他交了500份，哎，你看啊，你里面住的480户啊，他光是他那个一个社团都交了500份的联署书了哦，等于如果说就这些居民来讲，就是一户几乎是有一份的联署书呢。那不管怎么样，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哎，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啊。那是不是我们宣传不够，或是说你们做的不够彻底？包括好啊，你说我弄个房子给他们住，那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工作生计在哪里？产业在哪里？我看一下，他们现在在造林嘛，其实都有。那造林相思树，我住大肚山，我知道相思树基本上现在是没有什么经济作物、经济价值，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现在没有人在种那相思树的，他们要造林那个种的无患子哈、哦，然后我觉得无患子不错。可是我一看啊，万子他们要做一个所谓的生计产业，说实在50公顷哈、哦，太少了啦。我以前当个小小的乡长啊，光是一个造林，所以小小一个造林就100多公顷了。你这么好几个乡的一个原住民种50公顷的五万子，还有什么生计产业？规模太小。所以当然啦、啊，现在就是有社团在帮忙，有地方政府在帮忙，原民会在这边呐、啊。既然我们的政府，我们中央政府用了这么大的心血经费。真的这么大的苦心，哎，如果说人家不认同的话，不要去怪人家为什么不认同，要检讨说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嘛，是不是这样子？是是是是。
所以我提醒你啊，这个东西要、啊、不要说我们做的结构，敌啊，这个种这个稻子是我们种下去的，结果全部被他收割完了，那你还我们会帮人家也帮人家数钱呐、啊，还你知道不要说被人卖，就是帮人家数钱那么高兴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主委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我对我们的同胞还是有信心的、啊，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都认同，也都后来你说那些细节，再去做一些宣传，有一些他们觉得不够的地方，我们去加强，这我们会马上去了解去试去。我们造这个永久屋啦，或是关心灾民啦，这个都是该做的事情啦，是政府该做的，绝对没有什么选举考量了。是是。可是到最后还是在归到现实层面嘛。是。我听说到时候人家还是不认同的话，那你不觉得这些事情做的是真的是有点觉得有点我到底做错哪些事情？为什么做这么多？哦，做个老官，闽南话叫做个老官，嫌个老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要检讨啊。是。也不能一味怪人家。我们没有怪的意思。啊，没有怪，要改进啊。要努力去改进。对。要改进啊！你看我看到这个新闻。当然啊，这个是当你讲说一部分人的观感跟思维做法哦，每个人他自己的立场，是他要做的是他的自由，这不怪他们。但是你要反躬自省嘛，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是。那好像政府做的一点功劳都没有了，无功劳嘛，苦劳，没有功劳要苦劳，没有苦劳也很疲劳，对不对？是。诸位。是。我们。对，你是一个文人没错，但是这个是现实面哦。是。这个现实面要学一学哈、哦，那些地方政府，你看这些地方，这次我看地方政府好像也没有做，还有地方政府很多做没有做好都把责任推给我们。该做的事情有做，好像他们功劳；做不好就是中央我们原民会做的不够好，那你们也不会去辩解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有啦，我们有辩解啦，这个都会可以去做说明。好像我们盖个房子，其他都不管了，好像我们生个孩子以后，这个孩子都不养了。感觉就是这样子啊，孩子生完就不养了，好像教养啦、教育养育啦、未来栽培都是地方还有地方的社团战动，好像我们都不管了。我们在心灵重建、产业重建这些生活重建这三个面向，其实跟那个主动期、对重建委员会大家都一起，我跟你讲，主动出击啦。我刚才讲很简单一个议题嘛，五十公顷不够，我的感觉加码。是，而且我觉得五十公顷，因为我干过乡长，我知道我这个概念啊太小了。那个怎么还什么一个生机产业，对不对？搞不好如果说做得好了，搞不好南部都消不够了。这样弄一个产业，不要说五十公顷了，我说实在的，500公顷都不嫌多了，真的了。但我们一下找那么多的土地也不容易啊。是。但不容易的话，总是要给人家愿景嘛。就像我们现在老农津贴啦，对不对？相关的问题，人家有些人说加满1000又怎么样？我们不一定要跟人家脚步起舞啊。我们可以提出更宽广、更有深度。更有间接性，而且更有长远性的一些计划，不是人家这边加码哈吧？你说要7000，我讲8000，8000我讲9000，然后讲到10000，然后选举选完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不是一个政府该做的事情了。是，你们讲的哈，我尊重，可是我的配套比你更好。我不只是说我们老农，我们包括我们低收入户，包括残障，包括弱势团体全部纳入，而且我们纳入的这个方向、深度、广度都够。才知道说，哎，你真的在做事情，而且你的思维是有一贯性嘛，不是说，哎呀，我好像选举到了几个月，然后随便提出一个政策来哈。是，诸位，是。现在我不是叫你要怎么配合选举，不是的，我同意，不是这个意思的。了解。但是选举就是你施政最好的检验，那没办法啊，这民主制度就这样子啊。是。我们施政不是为了选举，可是很抱歉，4年就要检验你一次啊。是。念书不是为了考试嘛，对不对？念书不能让念书充实学问，但问题是，但是一年总是要考个一次试，看你到底念得怎么样啊？那你考不好，你说你很用功念书有用吗？是你说我非常用功念书啊，可是考试考不及格啊，没有用，拍谁？你不及格，你当掉了，这道理是一样的啊。是哦，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哈、哦？还有那个500那个4年前啊，我们那个马总统开出要编500亿的政见这个支票，人家讲说我们行政院退票跳票啦、啊。我们做了很多的说明，其实已经是504亿的、有超过了哈、有超过了啊，超过就要解释啊。那个、细节我们有张，反正人家都讲我们什么都跳票，我就奇怪，我怎么不知道跳那么多？好像你们编出来预算我们都支持，怎么会跳那么多票？很奇怪、啊。那个细节也都公开了，是忘了去嘎票是不是？不然怎么会跳票呢？都没有是、哦、然后这是哈、哦、那个。
赛德克巴莱这个电影哈，坦白讲，卷起千堆雪的哈，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感觉是不错。对你们来讲，我觉得也是让人家看到原住民他过去啊，其实是有一段可歌可泣而且非常闪亮的日子，非常好。那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听说那个这个他们那个赛德克族是吧，当时的这个雾社事件那个起源地的雾社工学校，现在是台电的大发哈、哦、电厂的办公室嘛，是啊，他们也要回去要做什么纪念园区啊，那你觉得原民会要不要跟他们沟通一下？我们会去沟通。哦，你说这个现在已经变成公有土地，你说要回去变成某个族群或是某个团体有、哦、我觉得是不容易啊。可是我们虽然是公有土地给他们使用，这个是没问题嘛，你知道我意思吧？他们理论上就说我要回这个土地。啊、那要回土地的话没完没了啊，你这个要回这个的话全国还有很多地方他们都要回去，但是给他们做使用，尊重他们的意愿，尊重他们的发展方向，以及他们就是说寻根溯源，他们以前的重视他们历史、哦、这个族啦、哦、当然不只是赛德克巴莱这个族，很多族都一样哦，就是重视他们的他们的发源，他们对于祖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当然身为一个主委应该最能够切身了解他们的需要嘛，所以你应该主动来协助他们做这些事情，而不是说让他们一直争取，然后争得头破血流，然后瞒天，就是他们要这样你也这么砍价砍到最后啊，大家不欢而散，到时候勉强挤出一点说同意，我告诉你啦，你做了人家不会认同也不会感谢你，你知道吗？很多事情该做我们要先做呢，是你不要等到民众哦争到最后他已经气急败坏，好像说已经抗议了啦，陈情了，到时候勉强同意，我跟你讲你做了没有人情，好不好？好的。我们再补充，还有二十秒，赶快给你补充一下，时间还没到。其实我们早就站起来了。跟原住民的土地有关的土地正义有关的事情哦，我们的土海法跟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我们施政的一个重点了。那可是土地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我知道了。哦，我要你们特别希望能够最后十秒钟呢，是健保卡的问题哦。听说原住民那被锁卡的比例最高，要去检讨原因嘛，好不好？是。这个健康对整个全民健康太重要了、啊。为什么我们原住民这个健康那么重要，而且平均的寿命还不是相对的长的话，为什么他的健保卡又被锁卡率又是最高？那很奇怪啊。是。听说占了10%几了，这太高了，好不好？要检讨一下哈。好的。好，谢谢。